一个接受的人，我感觉讲，哎呦，新农副长不一样，大概民富拢安尼，遮侪人拢会晓讲。他们哦，老实讲，他们的工作中，他们也在使用国语，伊嘛咧有公务，所以大家要彼此互相。哎，但来我这里、日语啊，他们使用中文。那以后哦，大家这样互访的时候就会方便的非常多，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这样，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，都非常宝贵。我今天哦，我们日语班嘛，我是担任教诶训导主任。各位不乖的话，我鸡毛掸子自己包。还有呢，我拜托各位哦，现在我们在座的哦，程度不一样，有的像这个秘书长他的程度很高，但是呢，我们都全部都归零，我们都把它归零。从头来。啊，从头都归零，不管你会不会。我们就是专业，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，来教导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每一个人的那个心理上先归，这个是我拜托各位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一次呢，这个三个月这一期做的，我希望是持之以恒继续不停的比较多一点我们差不多呢，差不多在班上以后呢，每礼拜三四之类，大家都讲得很好。这个不是讲的什么啊你这个环境，不你好，你没有去接触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样？啊你拿来是哦，礼拜啊，拢好，我讲你不明白，我讲对了。他讲讲，但是我讲唔对嘛，讲错了没关系啊，我有老师在啊，讲错了没关系。我讲错了，我讲话没关系，我讲错了，谢谢各位。